这是什么东西嘛？我们的心愿盒子。你打开看一下嘛。他很兴奋啊，感觉。对对对。拆开这个信。嗯。这是我们的心愿。终于可以说出自己的心愿。<笑>你们的心愿。哎。那这个写的什么？想去爷爷家。去爷爷家。 爷爷家是多少公里？好像是8000多9000英里。豆豆，你为什么要去爷爷家呀？因为很久没见到爷爷。哦，真的想去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想去舅公家，因为我想。 舅公，而且还想玩那个水枪浇花，还想点点和麻花。稍微近一点，就是少了几万公里哈。苗苗，这个是什么？想要爸爸带一些火恐龙到家。一些，不是一些。哎，搞得我有点期待耶。 一只火恐龙。OK 我要那个超级大的霸王龙，有指定的，霸王龙，超级大是多大？你给我指。非常大的，它就放到灯了，可能要撞到天花板哦。我估计。 带一个活的霸王龙回家，可能要晚一点。哎，是可以不玩一点哦。恐龙，它们是6500万年以前就灭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今天才得到这个消息，接受不了这个打击。 动物园不是才看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至少可以满足2个愿望。我们可以去爷爷家，也可以去舅公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，苗苗？去爷爷家，去舅公家，就是让他们，体验一下或者理解他们来自的2个地方，有非常不一样的文化，但是2个地方的文化是非常优秀的，非常有特点。 他们的故乡就有2个，而且他们的故乡有一个在地球的这边，另外一个在地球的那边。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有一点羡慕他们2个。上班去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妈走了，妈走了，妈走了，好，快玩。有海鲜。我们先去爷爷家。好。 我们今天就要去爷爷家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去那边的目的就是见到爷爷，跟爷爷一起堆雪人，打雪仗。Let's go。 哇哦！真的坐飞机去明尼苏达了。大制作，预算还是蛮高的吗？对，哎呦，有雪，好美啊！我们预算冰球，冰球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冰球嘛？好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爷爷家非常远，<笑>所以在家里体验去爷爷家这些，好忧伤啊。 虽然去不了爷爷家，但是可以给他们爷爷家的一个体验，因为我很懂民俗的时候，爷爷家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些非常大的惊喜。我觉得孩子们就是很开心的时候，那他们做的记忆是他们不会很容易忘记的。园地，这里有个事情要做。什么？我们要做雪。我苗苗，期不期待？难道？
我们要用面粉做雪，然后来一场面粉大战和堆面粉人吗？我们要做雪，咋不做雪啊？雪咋做？Who wants to try? Let me try. OK， 这一次哥哥先说了。哥哥，把这个反过来。洗。洗发发水。给弟弟。咦，这个弟弟。洗。快点拍。搅拌，继续搅拌。苏打粉。加那个洗发水就会变成这样，就是雪了的嘛。哎，这个好。还有一个事情要先做，是要穿外套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密苏的粥，我们要假装是很冷。假装很冷。Put it on。我好冷，换了这个穿着。穿衣服。在重庆穿个羽绒服啊？啊，这会不会中暑吧？没有，我把空调开得很低。空调最低也才16度。嗯，还是在出汗。圆圆哥哥啊，哥哥啊。It's snowing！ 哦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哇，可以这样子吗？那你看他们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！哇，我要学啊，这个。我自己心里非常高兴，很少有机会看他们这么开心的。记得第一次看到了豆豆是这么兴奋的是他2岁的生日，这一次是第二次，然后苗苗呢就完全兴奋了，就发疯了，所以他们那个表情就让我心里觉得我这一次当爸爸是成功的。OK， 这不是泡泡吗？对，是泡泡，但是看上去很像雪，对不对？对，哥哥，是不是好玩呀？超级好玩。可不可以做一个雪人？好。先做下面的那个大的球。好。啊，还做了雪。哎，眼睛，豆豆要不要做一个眼睛？哎，我要。好。好。OK， 苗苗要不要给他做一点头发嘛？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刚刚做的雪人，我们拍个照，要不然他坏了。我拍照，我拍照，过来这边，这边，1、2、3，看着我。做了雪，在暴风雪里面打雪仗，喜欢的很。苗苗没看过，我看过，在明尼苏达。啊，我没有去过，我想要去。去舅公家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去舅公家好不好？好。哇、wow、哦，可以真的去了。Joseph， this is your new book bag. Okay, I'm gonna go push the elevator button. 哥哥，你看我拍的。舅公家很远哟，没有爷爷家远。对啊。So,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ongqing, Joseph? What? 我不知道。
重庆有很多山，对不对？对。重庆有两条很大的河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多人他们说重庆是一个八地城市。八地城市是什么？八地城市的意思就是经常有类似于前面，你看前面一个天桥，就是人走的天桥，然后有车的桥。如果你往右边开，就有一个隧道，然后也有轻轨，是创楼的那个公寓楼，在一个很斜的一个坡坡上，有一边是六七楼，另外一边是一楼。哇，这个路很漂亮。哇，好美哦。哦，盘山公路太漂亮了。